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予人惊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如果刚刚咱这个阿宏听这个无所不谈这个节目，咱这节目是每天拜三、拜五的播时，两点开始，啊加四点，依然有小弟阿宏诚恳，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吼。来，咱来看社会新闻吼。为着抢1800块，不爱给人挖，结果被告判死刑。啊，这个、新闻啊，那这嘛最近吼，啊，这久啊都那也无看这个血洗人民的吼，啊，搁出来举旗啊抗议啊哩，吼，啊，这嘛是搁死刑啊哩，啊，无业的男子。不建县无钱，啊来立这个房租，被控吼，啊来填分这个育德高中临时的这个女老师，吼、哦，涉及1800块了后，将到女老师，甲等入去消防水池的啦，确定死亡。啊！才离开。哎呦，这个是怎样啊？哈！桃园地院昨昏判处伊死刑，真是浪费，无人性啊！林女的这个老爸出庭作证的时阵，速度扣加，哈、哦！那么伊讲的孙阿娘，这个因查某囝真乖啦，真善良，对凶手。无留一线生机，予因查某囝，这是真心酸啊！那么，这个代志发生已经一年多啦，犹原无法度行出这个伤痛就对了。公诉检察官嘛痛陈啊，哦，那么。黄建县，啊来，算讲，你一个昏倒的这个女老师了后，为着袂让女老师，啊来认着伊啦，吼、哦，伊无尊严，方式，将到这个。查某老师头向下面，吼、哦，啊，该等入去这个消防池的啦。不过，最后的这个生机恶行无法，啊来饶下就对了，哦。建县22岁啦，在心理的中间，只有一摆向林伯这个林夫啊来点头。地欠呐、啊，伊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顶哦，几句啊，这个话表示了歉意的。法官认定伊无悔意啊，判处死刑啊。啊，当然啦、啊，一命赔一命，是不是安尼？20多岁啊，人呢，心肝遐浓毒，是不是安尼先？所以吼、哦，我常常在讲教育失败。啊！你甲看讲，即卖少年呢，
哦，实在是，你也想看嘛？啊，无恶不作啦，啊。像老师，哦，甲等咧水池个，啊来毒死，哦，结果去用判死刑啊，哦。这个玉达高中女老师林依霞，去年伫个桃园大个所在遇害。那么凶犯黄建贤、谭成劫财失手，啊来，算讲。你分去这个老师啦，哦，讲好多失手，搁沉落去水底的，确定死亡了后才离开，干那摕到1800块，吼、哦，桃园地检地院啦，今日以强盗杀人罪判伊死刑啊，头一审的死刑。从地检署调查22岁这个黄建贤杀害女老师劫财了后，摕了10块买饮料，剩的拢去害债务。从法院调查，黄建贤欠钱，去年5月20日到处找路。罗丹的这个女子啊来行抢，在社区地下4楼电梯的去拄到拄啊好要转去的这个林依霞，伊前后壁的孙阿娘吼，啊甲将个林女的这个颔棍啊甲算算甲的孙阿娘，好伊的孙阿娘。要抓开去，顺耍的时阵，那嘴都甲硬的就对啦，要死的。啊，强制拖往后壁，这个楼梯间呢，啊来劫财啦。伊对女老师讲啦，我只要抢钱啦，付我钱就好啊啦，吼、哦。但是一放一个放手哦，林女哦，吼、哦，煞大声叫啦，抢劫哦，抢劫哦。所以伊担心被认出来了，哦，好，啊，就真出力，将到伊颔棍啊，该算算解的时阵呢，这个林女昏去了后，啊，才来放手。那么黄建贤惊出代志，将到女老师，吼、哦，啊，该等入去血水池的，用手电筒，啊，过来甲照了。看林女在水的内面，吼、哦，这个算讲还佫有迄巫婆啊，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心观察想讲啊，这死啊，这死啊，吼、哦。那么一直到看这个铁挂，啊，才来离开了。那么女老师都来算讲点死啊哩。伊夹走这个皮包啊，内面的这个财物，啊，甲金融卡等等者，当然了后，毕竟来查获，当然在今日，哦，啊，这个同电话院以强盗杀人罪。判伊死刑了，所以劝人讲，歹事唔好做啦，吼、哦，也唔通讲无死刑啊，哦，敢那迄个啥物啊，讲台湾哦，都台死鬼啊，未死刑啊，吼、哦，都未死刑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定下伫个讲，咱即个废死的人民啊。哦，即个成员呐，包括即个啥物，都袂记个啦。啊，那么你毋着阁招几个啊？哦，踮个法院个
头前的时阵啊，抗议啊，啊，会死啦，会死啦，吼、哦，爱有人权啦，啊，但都可以，啊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后来咱到这结束，其他的机会讲这个网络，讲这时间继续收看阿红，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